中华网龙自制的 3D 超可爱武侠大作 Q 型仙传 Online 将1月21日正式开战。而身为中华网龙，为了庆祝民国100年的首波强大游戏，不但有全新强化的 3D 引擎，打造超卡哇伊的华丽视觉特效，加上颠覆传统的神话故事，改编自白蛇传、十二生肖、桃花女斗周公、梁山伯与祝英台、哪吒闹海等玩家从小耳熟能详的中国民间故事，甚至注入多重任务结局概念，让游戏结局不再只是一种可能经历幸福美满版、变奏版、惊悚版等不同版本的故事结局，体验超另类的民间故事内容。中华网龙也对 Q 型真传信心满满，预期能达到同时40,000人上线目标。为迎接 Q 型真传 Online 欢乐启动，中华网龙还将举办 FB 流传可爱传说、Q 型真故事急转弯等活动，自1月14日起热烈开跑，力邀玩家率先加入挑战行列，超多大奖等着玩家开心夺得。另外还有与国内12家知名大厂携手合作，推出一系列超可爱风格的相关产品。Q 型真传 Online 的可爱欢乐不设限，欢迎玩家一起来颠覆神话故事吧！好，时间呢，一样的变成了流逝当中。好，那。